下水道。好的，当然是周末甜点。冬至委员上的时候，中国人参加制冷宴。哦，走吧，走吧。那我们看看汤圆的材料吧。我们有水、下冷面、糖、姜、牛肉米粉和小样色素。大面团分成三个部分，加蛋，加香辣盐，加姜，10分钟。好吧，把汤圆放进甜浆汤，汤圆就好了。